我觉得我应该是有点属于外貌协会啦。她是女神挂的啊，很 OK 啊。哎，你没有看过我们的结婚照对不对？你现在回去看二十年结婚照，我觉得那是一位前妻的概念。你蛮好聊天，有可能是我们帮你们生小孩，对不对？不然小孩自己生啊。我这边想要帮女生讲话，是因为。我最近看一个新闻，他说如果老公或男朋友长得丑的话，女生胖的。黄金岁月后，请收看《医学大联盟》。